完成。好了啊，那我们准备了，请裁判出题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哇，三，哇，二，妈，我不敢出去。这是多强的咬合力呀！鱼在哪儿呢？三十七，啊！正确，恭喜东贝再积三分。你们队几分了？我们六分。这把你再赢就九分了，对，跟我们平了，对。拼了，老沙，加油，老沙！哎呀，漂亮，快看题。正确，蹦蹦蹦蹦，这是好啊！哎，这是重，这是好的，它圆的呀。成绩就行。六个，行，稳了。你到那边去吗？但这个不好去啊。斜的。斜的。斜着能到吗？咻！哎呦！咻！哎呦！你那个裤裆没破吗？我想问一下。不是，很容易卡裆。很好啊。你别以为很容易。就这样，一下给你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塞！哇！干啥呢？哇！哎！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深深，抓住他！深深，把他抓下来！别放手！深深，别放手！深深，深深，加油！他被留着了。深深不行，咱就回家。不行，再来。不行，再回来。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。哎，等会儿。回来，深深。回来，回来，等会儿，深深。哎，还我。来吧，凯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去哪儿呢？你就得中间了，你就得中间了。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。这玩意儿不好动，不好动。这玩意儿什么意思？我们俩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给你揉一下，你跳下去。哎呦我操！歇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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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歇会儿。
歇会儿，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？那边不好去，那边不好去。转了一圈，哎，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再来一次，抓住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二三，我赢了！我赢了！凯哥，推猛了，卡出去溜沟了。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。有点猛，使多大劲儿啊！这比我想象中难哎。没，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乐呵，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一二三，我赢了！孩子，你要干嘛？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一二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踩了我出去的结果吗？哎，自己荡过去，荡一下呗。苏军，哎呀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白家沟、蔡家坝、曹家、碾陈家宴，还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，一听就是有点故事的明蜀王陵、马超路、黄州路、武侯祠望。从此看到这里，是不是你也觉得这个斗地主很有意思？啊、哎，可以！我这差点没过去，我可以，主要是庚哥这个头打得好，不多不少，一行。这叫战略，让你们看清楚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三四万，怎么胡？二万，什么意思？三二三四，好，有几种胡法是吗？嗯，有几张牌就是听胡牌。一。二三四五，正确。下一个。四饼，麻将高手。哎，四饼，我觉得你比我熟这。三四六。二万能胡吗？二万应该胡不了。二五万。现在还有多久啊？应该到了吧？那500多米。就是这么真实的游戏。没错。每次都心惊胆战。啊。369。对。369万。哎，好像到了哎！哦，我看见我们剧照了。啊，二万，二三，二三六九，二三六九。哇哦，来吧！请告诉我答案，不勉强。啊。二。我们是追击组，在哪儿？往哪儿去了？他们三四万，怎么胡？二万，五，二三四五，正确，下一组。
二三六九。对，正确，下一副。麻将高手。哎，三四六。正确，下一副。一样的，二三六九。正确，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这还用？这不用玩了吗？我玩完了，就选一个嘛。你们成功获得下一个任务的两张线索。哦，好。规则我都没听完就玩完了，还是说也太快了，这个牌。你们一共要砸中25颗核桃才算完成任务，每个核桃只能砸一次。砸中了吗？没有。不急。好，我帮你看着，我帮你看着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卡住了，快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一颗，太难了。我来试试，来，你来试，你来试。砸，只能砸一下呀，凯哥。砸，哎，差一点点。砸，两颗，两颗，对。25颗太多了。对呀，加油，太难了。拿俩烤肠呗，谢谢啊！凯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会儿，哎，堵着了，哎，可以减一下速，可以。这好来了，哦，是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这招行。你拿些那个渣子放在桌子上，是啊，让它有点阻力。我们清理一下现场，清理一下现场。哎，不用清理。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这算场外因素。来了。哦哦，锤都砸碎了。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出任何的差错，也没有耽误时间。对。哎，这儿太浪费时间了。游戏也是一遍过。来，我试一下。来吧。啊，太难了，这什么任务？这谁想的游戏？晨儿他们如果要来的话，也得半个多小时。所以有时间。好，来喽，走。谢了。没有，碎了。欢欢啊，来，可以让我们坐个车吗？我付费，带我们去这个地方可以吗？记住这个地方了吗？在那个小转塔，那个转塔的旁边。快点，越快越。还在吗？还在。快点，越快越。还在吗？还在。我感觉他们要过来了。看得出你刚才我已经不会很远。拿着我的包，我要准备开始跑。靠你了。加油！锤子给我！锤子！哎呀！摁！22。快！越快越快！已经最快了！加油！走！快了！还有2个啊！加油！我的妈呀！这个时候鞋带开了，我这个怎么这么远？
啊！来了来了！啊！来来，欢迎欢迎！啊！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来来！啊！哦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！来了，跑！来了，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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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来了！啊，追了，追了，追了！哇，这太远了，他们太快了，我要放弃了。我累死了，哎呦，完了，这跑不动了。这个任务他们完成了吗？没有吧？就差两个。No！帮我找郑凯。现在咱们就是找凯行动。履带带带好。没事干了。就剩凯哥了吧？凯哥在哪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都来了，全来了。哦，完了。这都来了，玩啥呀？天哪！那我这也不能投案自首啊！这啥呀？你们在找凯哥吗？凯哥，刚才沙哥说看见他去地库了，坐着车下地库了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对呀、啊，你得去地库。地库在哪？我们就从大靖哥上来的那条路找嘛。赶快找人，赶快找人，赶快找人，分开走，分开走。不是这样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在这儿。啊？这个在这儿？这个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这个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这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在哪儿呢？这一般都会藏在哪儿？什么？啊？这个在这儿？这个在这儿？在这儿，将太阳神鸟图腾嵌入拼图之中，就能点亮图腾中心的太阳。这咋一个人找不着啊？这光有锤儿不能锤，这个什么用啊？哼！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呀、啊？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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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郑凯刚在那儿啊，黄彪子，你没看到？
上，砸上，砸上吧。神鸟队就看已被追击队抓获，还可以扔呢。哎，对，棉灯女开，来，看过来看，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听伴奏，要听伴奏，听伴奏，完全不在意节奏。没人在意伴奏吗？我接上了，至少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节奏有点慢。但我是对上了。没有。我也没有对上。我这个团长不干了，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再来一下。对。面对。女孩看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黑洞了！我们的藤少年剧组，怎么回事？小童子指挥那个正拍，他这应该什么？他应该更快一点，就那个那个啊，这里啊，那你接快点啊！你那我怎么接？你没按着调来。然后刚刚沙哥的节奏也错了啊，你也错了，太早了，对，早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听到没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那来吧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年跟日拍，什么错？不是他这个摁给人呛了一下，你怕你这摁的有点摁多了，你们摁坏，你们起好头，摁多了，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团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再来一下，可以可以吗？当当了当当当，嗯，对，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。我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你不在。唱歌唱歌唱歌，哎，唱歌唱对了吧？对了对了。喂喂，哇，凯哥好可怕、啊！凯哥不要这样吧。好 man 啊，好 man 啊。我好喜欢啊，凯哥，好慢，好笑。来吧，我们这项任务会两两对战，第一组进行对决的是程程和凯哥。什么？你有考虑过程程和凯哥吗？来一个厉害的。怎么开始动作是什么？有这么婀娜多姿？哎呦喂，你看他们。哎呦喂。哇，这个姿势不错，好美啊！你们俩就别摆这个造型了，真的，我觉得。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凯哥上。第一组进行对决的是程程和凯哥。凯哥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呦呦呦！哦。跟他玩体力类游戏太可怕了。等会儿，凯哥，你太快了！凯哥，你太快了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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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呦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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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！Oh my god！ 呦呦呦呦 ！Oh my god！ 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猛男对决！呦！这这这这这这！啊！啊！这个！这这个！这这个！这个！程程用肚子刹车了，这积分吗？这算不算积分？你把什么东西给拖下来了？换一根，换一根，换到上面去，上那边去。
等等，对，又，哇，好像一对睡双人床的兄弟。等会儿，拿脚夹住他，夹住他，拿脚给攥住了。来吧，快，想快。恭喜第一局胜出的是凯哥，恭喜！凯哥，还跟你们刚才一样的是吧？那你们四位就成为一组，好好好，来从周深开始。等一下，三二一，郭冬临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光头三。三二一，光头强。三二一，光头三。三二一，杰森斯坦森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巨石强森。巨石强森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徐峥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包贝尔，三二一，包贝尔，到了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想这个包贝尔啊，海哥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还真行，这个可以。好，刚才这组得分是-9分。哇，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春天里。三二一，双截棍。三二一，灯火里的中国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黄河。三二一，功夫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花开忘忧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青藏高原。三二一，要一大家一起来吧。三二一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证明你上过两次春晚。对，只记得自己那两首歌。哇，他们答对了好多啊，你们。关键他就自己就说对了两分，他们这次不会是正分吧？不一定，不会不会，我们答错了几次，一分，有一分了，太厉害了，有一分了，可以，牛死了，天哪！关键我一路上都是难忘今宵，还能得一分。反的，这画是反的，啊，那个画也是反的，那画应该是从那边的，所以这些画全都是反的吗？这是梵高的自画像吗？反的，反的，花好像也是反的。这儿的东西是反的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一票难求歌剧团的团长。
这是画，这画是反的了吧？我知道，我坐在这儿，它特别的危险。我们也不帮了，别帮了，别帮了，自己一 v 一吧。好可怕！啊，别叫了，别叫了。凯哥，咱们撕别人就完了，凯哥可以留一留。但是你知道他俩不知道谁是？现在就七个人，现在六个人是，是人，就他已经有人了。凯哥，你就是准备在终点守候，剩下的人就上来跟你对撕。你跟我对撕干什么？现在所有的人就要开始撕起来。男生和男生，女生和女生，来吧，撕吧。大幕即将拉开，一场血战。你要尽量淘汰身份是人的其他成员，努力让自己成为场上唯一的人。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。温娜，我是人，我是人。先把周深给弄了。周深 out， 周深 out， 这真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们这么他们撕起来了，这最后还是得撕。那我们变成人之后，第一件事还是把张一山撕掉。快点吧，赶紧的弄了吧。没得撕了，你赶紧给他撕了吧。张一山 out， 漂亮！今天晚上不回家了，撕！我是郑州人。凯哥呢呀？你们仨女孩先弄凯哥吧，要不然怎么弄啊？弄不了。凯哥，你下来吧。凯哥，来吧，马上下班了。你早晚也得下来，凯哥。你找不着我，你也抓不住我呀。你别动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动？我傻呀，我为什么呀？我撕他也没用，嗯，撕他没，嗯，撕我没有用。小东，撕掉。白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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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去撕去吧。我们俩怎么去撕他呀？对，你们俩把他撕一个，然后呢？你再撕我们俩其中一个。对啊，他真的算得很好啊。哎呦，小童真是，你像冤魂，你哪有个人样啊你？你真的好烦啊！是，你快点去。去吧，去吧，你去，你是人了，你是人了，我是荆州人。你哪有个人样啊？你去。哎，我怎么又变了？我都变了八次了，我。你是荆州人。我是荆州人之中人中人。
凯哥在哪儿呢？针对我，我不跑谁跑？哎，去哪儿？哎，是不是在这里边啊？哎，这咱玩的不是玩呢？半程秤，奥。下班。半程秤，凯哥，下班了。就剩咱俩了，快赶紧单挑，快点。你是什么身份？运动员。那你撕我一下。李晨 out。 对不起，侄儿，把侄儿骗了。我现在把周深弄了，帮我。咋了？咋了？你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爸有点不忍心。我算计了人一天，最后被别人给算计了。我想哭。范丞丞来了。丞丞，老天有眼啊！不过了，不过了，算计了人一天，最后被别人给算计了。你被谁？不说了，看节目吧。来，凯哥，咱俩只能撕了。我准备给你撕了。最近我买单，凯哥，你放心。一会儿谁砸了你，你得好好的，这得还回来。对，那把白的是不是？大哥，那个泽远是抢了你哪部戏呀、啊？这么恨，炊事班的故事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灰色。还是灰，右脚。哇哇！左手白色。两位的左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三哥，你反过来。得嘞，又送走一名。右手，白色。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请蓝队进行攻击。那个瞄准好了啊！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砸中！啊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未砸中！啊！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砸中！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。最后一颗了。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砸中。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。草率了，草率了。未砸中。啊？还没砸。真的假的？你这都没打中。这都没打中。看着都没打中。看着都砸不中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运气，运气。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那你那个没砸中也挺难，正中的。你可以尝试我。那我选李晨和老沙吧。那我俩是啥身份啊？
你是王后，我王后，你是骑士，王后，盲选哪两张？我愿意当骑士来证明我的清白。他想当骑士，请国王、王后和骑士前往各自的房间。哥，你想当骑士来改变棋局吧？很紧张，刚才凯哥特别紧，凯哥的眼睛都在抖。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凯哥太紧张了。请国王抽取两张牌。哇，这么多牌！好。张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请王后抽取两张牌。请王后选择一张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请骑士前往出牌间做出最终选择。骑士的选择是黑桃。啊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请三位离开房间。先问骑士，骑士是谁？骑士先发言。我骑士先发言吗？对。我不想听骑士先发言。快看凯哥，这个凯哥很开心啊。不是，你们说我是啥？好开心啊，你个黑桃。不是，你们说我是啥？黑桃。你们说我是黑桃？啊，你不是黄就是黑的。你一会儿听吧。我先说一下，我两张都是黑桃，没得选。我没办法。沙哥不满意。凯哥，我一张黑桃，一张 Joker， 我只能选黑桃。如果他出了一张 Joker， 那就是 Joker 那边会多一个人。不是 Joker 的话，不会选 Joker， 这个是对的。啊，我不可能选 Joker 吧？沙哥来，你抽的啥？一张黑，一张红，把黑的扔了，把红的给了骑士。但骑士说他收到是两张黑的，我是两张黑，说谎吗？你俩里面有一个人在撒谎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下，我没得选，两张黑牌，六角星。我觉得沙哥是黑的。那沙哥，我问一个问题：当你听到最终方向转向黑桃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我的心情就是想揍他们。沙哥绝对是黑桃。你这个回答就是太夸张了。沙哥慌了，这种游戏真的不能再玩了。我们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套路，这个太熟悉了。凯哥和沙姐，你们俩明显是坏人，尤其是你。我从哪儿看出来的是黑桃呢？我觉得，因为黑桃之间是知道的。你们红桃的有的不要被别人带了节奏，这个时候。你们红桃，那你是？你们红桃。沙哥刚才说你们红桃。一群糊涂蛋在这，一群糊涂。哎呀，我。国王沙哥可以挑选一名成员来查验他的阵营。我觉得验一下范丞丞，因为他是下一个带人进去的。对，你可以验一下范丞丞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你就应该验范丞丞。可以验，我带你验完你浪费。丞丞是最重要，必须验的。我验范丞丞。确定了啊？确定。因为他马上第一个下一个国王，他就基本明着带队了，你知道吗？
他不是红。不是黑就是 Joker 吧？程程脸都僵了，被这种方式露出来了，那我真的是这个游戏的漏洞啊！哎，阿布鲁卡塔西拉，所以知道谁，知道刚才谁撒谎了吗？他，你都撒谎了，你们俩都不是猴，走开！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，他要创造的是奇迹。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。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。凯哥，对呀、啊、凌波微步，喂，漂亮漂亮，凯哥加油，漂亮漂亮，哦，袖子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夹上了，袖子，袖子。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袖子，袖子跟腿，袖子，袖子，你撑一下右手，把袖子拿出来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。哎，又是个公主，哎，又是个公主。耶！谁设计的衣服啊？凯哥吧。嗯，他先挑厉害的，他只要赢了，他知道后边的对他的威胁就不够大了。他怎么知道他肯定赢呢？哎呀，嗯。啊！我也不讲啊！哎，哥，走你，走你！哥，你不能这样！啊！啊！至于吗？一个玉佩。凯哥真的下不去。凯哥，咱要不那个咬一个起来。他为什么这么坚固啊？给你好了，我有一个预备了。不错了，哥，还好吗？不好。但我觉得最好是刚才若男的头把凯哥的头摁进去。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不错了。那我先来。凯哥，凯哥，凯哥。上面是有人的，耶！好有气氛，你们是怎么做到刚才一声都不吭的？起起起啊！三个一，一个四，赢了呀！那我就争取五个一嘛，然后保留三个一。三等，第三等，不错。请模仿大猩猩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有人作弊，他揪我马屁。你押韵哎。
请模仿说唱歌手，开始。木头人。请和自己的搭档双人自拍。自己自己开始，自己三二一，木头人。哟，自拍。我在摆 pose。请揪住别人的一只耳朵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。请挽起同性的手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。完了，你们俩完了，我在不在呀？我过线了，没过线。哎，周深要动了，周深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周深动了，回来吧，正好跟白鹿一块儿。那还是程程的马腿先动动才掉下来的。没有啊，那你俩一块儿回去。你俩一起吧。那你们俩一起吧。OK。你何必害人害己呢？请与一名异性摆出字母 A 的造型，开始，走，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你们这是字母 A 吗？你看这样，这样和一横嘛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尖儿。第二轮请准备，请露出可爱的表情，开始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哎，别动。等会儿，伟丽姐这算可爱的表情吗？很可爱啊！请进行伸展运动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？给自己上难度了。请做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动作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沙哥，哎 ，OK，OK， 没事。请进行双人比心，开始。木头人。凯哥，你得把帽子戴上，要不然我们看不见。对呀，看不见，帽子戴上。我不就不让你们看见。猎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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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第一。凯哥正确。他看动物看得好。意大利，比萨斜塔。比萨斜塔。比萨斜塔在哪个国家？意大利。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。罗马在哪儿？啊，意大利。你把自己考进去。王晨，梁朝伟。梁朝伟，香肠嘴。郑恺，香肠嘴。石榴姐。郑恺扮过香肠嘴。晨哥正确。牛。牛魔王。我跟周深同时，我跟周深同时，你咋这么能猜呀？晨哥很能猜啊，我一个没猜出来，我也没猜出来。癞蛤蟆，还珠格格，还珠格格，容嬷嬷，容嬷嬷，扎子文，不是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啊，甄嬛，皇上。还得高一点，还得再高。啊，皇后，皇后，正确。皇后，啊，他这一个。啊，皇后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妈呀，翻身了这家伙。
真的，此刻如果有凤凰国家队的教练在看节目的话，希望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挺晕的，这样。四、五。哎呦，哇，绝了！哎呀，就是跟小兔崽似的。就不能往地上躺，我觉得躺上反而比容易被死。对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，挺吓人的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们是可以说话的，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。Out.